超级别提，我昨天咋睡着的，我都不知道。秒睡。真的吗？啊？我不知道。你知道啥？我也秒睡。我只知道你管他把我吵醒。叮咚叮咚，欢迎欢迎听一首打击乐在睡觉。叮咚叮叮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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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电视都没把我吵。不想起床的声音。在哪儿吃早饭？还是呢？你可以去行政酒，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廊。嗯。走廊是酒廊。那也是吃饭的地儿。也可以去一层。对。那个地方有 view 吗？行政酒廊是有的、可能会有啊、哦。真的呀？你想去的？嗯。嗯。啊。你想去哪儿？去楼上呀，单楼上。嗯，去楼上。三分钟。你飞了3亿光年了吧？我要第一个，第一种声音。什么第一种声音？你看那个啊。我准备，我准备起床的，还没说完呢。你要说啥？我也没说啥。对对对。没有彩排过是吗？没有。那你现在是彩排？哦，就是这个手不能动。哎？嗯。嗯，对。嗯。哎呀，不会。对的。哎呦我去！你这起的还真干脆。当当当！我不会唱那个吃鸡的歌，昨天抖音上面就有人唱吃鸡的歌，就是三个人站在那，当当，就是那个等待。我把那个音乐关了，所以我不太知道那个是啥。我也是把音乐关了。嗯。太吵了。超级吵。